大老师吧，大老师吐槽我，我会从心里真的难过。其他人吐槽我都不在乎，他吐槽我就会真的难过。我在便利店里一直都是这样的，我人生的常态不是这样的吗？杨明吧，我特别想见杨明，我也不想吐槽杨明，我只是想见到杨明而已。杨明可是我们辽宁所有的大姑娘小媳妇儿，辽宁所有的妇女的那个男孩。你不是说我就是你的宝宝吗？没有，我这个人不立 flag。剩下八个月的愿望是不知道，没有愿望。你这只是80年代的。可以吗？凑合吧，尽力了。